是我的娃娃。干什么？把娃娃给妹妹，你是姐姐，要懂得谦让。我是 Joanna， 这是我被父母操控人生的开始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，你看看你的成绩像什么样，现在不努力，将来怎么会有前途？买什么洗面奶？我小时候都没用。我们赚钱容易吗？生你就是来讨债的。可同学们都笑我丑，说你两句又不会少块肉，为什么别人只欺负你？肯定你也有错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学什么理科？女孩子读文科将来才好找工作。规规矩矩的去单位多好，别整天画那些有的没的，说你两句还不高兴是吗？妈，我不想相亲。你懂什么？再不结婚就没人要了。这次相亲对象条件挺好的，有车有房，别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人在乎我的意愿？你的朋友圈是不是把我们屏蔽了？你现在真不如以前听话，整天待在房间，客人来了也不打招呼。小时候不是挺活泼的吗？怎么越大越内向了？我不知道你孩子像谁，真怪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得把他们挂回去，我不是怪人。姐姐，这是你的绳子吗？你怎么被这么多绳子绑住？我帮你扯掉吧。没关系，都是我自愿。但这么多绳子拉着你，出不去就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听话，走着你们规划好的路，你才不会好奇。可为什么还是不满意？我不想再听话了。